你好，我叫安东尼，我今天想告诉你们为什么历史最近很热。我说一下经历。在我待的眼里，生活各方面都是成就。我读书的同学对学习成功有同一看法。持之以恒的经济有了出来，机会就有了。此外，他们认为学校成功与生活成功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人不能事业的发展，无一个艰苦的学校经历。因而，现在看见如秋双学位，找实施计划，必须丧失研究和为主角。人们也想交学费和补课了。虽然做学生各不同，但是这些选择了最近越来越平常的一个办法，现在学生就叫看衡自己是流水。现在学生的流水是表现在自己的经历上。我认识20位人从密西根州大学要流水或者外系社。我们就为了这个经历对进步前途有帮助，因为表示上层适应新环境，为改变的突袭做好心理准备，想准备工作、发展人脉方面，这些利益对学生看来多是可取的。但是，学生随着活动增加，压力、忧虑也跟着增加。社会每天都在告诉我们，需要比昨天做更多，需要比昨天做的更多。每天是每上考看到别人看见的成就，对每一个人觉得人生还比自己重要，他几乎追不过成功。我觉得教师和学籍一定注意怎么鼓励他们的学生，提示他们留学不但是机会专业提高，而且学生也应该经验新文化，交新朋友们。